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的这游戏呢，叫做海底大猎杀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选择一个海洋吧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可以挑选我们想要的鱼啊。哎呀，好奇怪啊，这个鱼，它每一只都好搞。哎，这条是鲨鱼的吧？怎么这鲨鱼这么小只啊？被动技能还有主动技能，这个应该是剑鱼。这个什么好丑啊，这个是什么鲨啊，也是鲨鱼的一种啊，这个也是鲨鱼了。不过这些要钱啊， 101， 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升级然后获得金币啊，这个算是金币吧。所以初始只能选择这一只啊，丑不拉几的。看一下我们的出生地啊，哎呦，一片绿茫茫的地方啊，就这里。看一下我可以加速的，按 Shift 加速。首先呢，你看我们中间是个一啊，所以说明等级是一啊。啊，这里有鱼啊，不是同类就可以吃掉它，好像同类是不能吃吧。嗯，别想跑，别想。哎呀，别跑别跑别跑，哎，等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一只，哇，好多啊，但是要抓到他们比较难感觉。来啊，别跑啊，随便有一只。哎呀，有同类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有同类啊，好像不行吧。喂喂喂喂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哎呀，啊，好难吃到啊，基本上咬不到他们的样子。别跑，别跑！哎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也还不咬，中中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还不中，中啊！哎哎，中中中！哎呀，靠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啊，这群人呢，这是我的兄弟啊！貌似还真真的咬不到他们呢。我去远一点地方，他们有一些，这个海洋怎么这么奇怪？我感觉前面基本上，哇，前面有一只大超大只的，在追着另外一只中型的。啊，这个应该是八爪鱼啊！别跑，别想跑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别想跑。哎呀，被我咬到了还想跑。别跑，可恶，我这个绿色条不够啊，这个绿色条，咦，加速加速加速，中中中中中，啊，今天哦，你看哦，哎，咬，绝不放开。哎，飘，哎，我，哎呀，我直接被咬死了。我选的这个模式是一个生死模式啊，所以说我会死的。如果我选择一个直接不会死的模式的话，会轻松一点。这条鱼我应该可以打，咬死它。我感觉它应该不是食肉鱼才对啊！咦，兄弟，咬它！对，干死它！要弄死它，弄死它！耶，它死了吧？咦，你看它死瞑目啊！哎，右键吃掉，升级。哎呦，哎，这里有一只死鱼，这个应该被咬残了，在这里。哇，这条鱼好的问题啊！哇，又过来跟我抢。哎，这里又有一只死的。哎呀，同类啊，同类能吃吗？貌似同类是不能相吃的。喂，还想跑？不准跑！哎呀，哎呀，别，老哥，放过我！哇，赶紧走，那个肉给你。喂，我这条鱼有，哎呦，我死了，我操，哇，被他咬，哎呦，不要，别，大哥，别，走，哎，我操，别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跟着我，我都残血还跟着我，哎，这里，哇。这位兄弟，你看他还睡觉吗？感觉也不像死掉啊，好像是真的是在睡觉。哎，啊，这个是河豚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河豚啊，老哥，哇，我靠，他被人攻击的时候会鼓起来。我说，哎呀，我擦，他直接把河豚给吃了。那河豚可是有毒的，兄弟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
这个不能吃吧？哎，这个呢？哎，我能不能把它打开啊？这是一个礼物箱吧？哦哦，哇，茶！等一下，已解锁成就。哦呦，大白鲨王，这是一个皮肤。哦，这里又有一个礼物箱。哎呦，这里有一只，我靠，这是龙虾绿色的，哇，它这眼睛好搞怪。哎，吃吃吃吃吃，来啊来啊，大家都是绿色，大家都是原亮色，来啊来啊，假钞啊，来啊，对答。哎，这些小只的已经不合我胃口了，我去找一些更大只的，跟那个鲨鱼的话，看一下哦，那个什么，等一下，它去咬那个食物，我去把它咬了。嘿，嗯，这条鲨鱼叫什么？虎鲨还是什么鲨？喂喂喂，哎呀，嗯，我吃的是你，我跟你说，我把它咬了，然后它的食物就是我的，别想跑。嗯，咬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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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它是我的了。没有几下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哇哇哇哇，你别过来抢，等一下有你好算你，你还抢，你还抢对吧？我叫你抢啊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看我那么多小弟，我旁边这只起码有七级了。哦啊，这个蝎我刚刚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蝎子吧？一开始把我弄了就是你啊！你给我等着，十三级。哎呦，他还欺负小鱼啊？诶，这个之前没遇到过吧？这什么鲨鱼啊？黑色的。哎呦哎呦哎，不行，有没有人帮我？哇靠！不行不行，哎呦，还好我赢了，我差点被他咬死了。我操，这个伤害好高！哇，他这个伤害好高，我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嗯，哎，这里来又来一条，把你防反，不要怪抢食物 ，OK？ 抢食物就把你变成食物，我跟你说，我让你抢食物啊，让你抢食物，还咬半天，再变大，再变大，喂、哎、喂、哎，这什么金枪鱼？嗯，金枪鱼，哎，嘻嘻嘻，十六级，十六级感觉已经超大哦，这条红色的。这条红色的，哎，这些小朋友完全不是我的对手啊！那你嘴巴张那么大，嘴巴张那么大干嘛呢？十七级啊！哎呦，这条也很大啊，嘴巴张很大的，又来一只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打赢你，我就是这里的霸主。嗯，来、啊，我这么辛苦养的自己这么肥，怎么可能打输给你啊？哎。刚刚那个礼物的地方哦，我看一下，直接把这几个箱也开了吧。这箱不知道什么，这也是一个皮肤啊，这个皮肤应该是我这条鱼啊，这条鱼的皮肤吧，化石碧波鱼，它这个好像能吃吧？现在，哇哇哇，这什么？哦，你看这条鱼就屌炸天了、啊，你看一出场多大？你看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刚刚我那条鱼了，你看你看你看。你看我现在选的这条鱼呢，就超大只的啊，一出场，是吧？初始值就比别人高很多，你看，那、还怕什么？你看初始值就已经，就是我刚刚那条鱼啊，起码要弄到15级才会这么大只啊。但它有一点不太好的，就是它这个张嘴的速度有点慢，抢饭肯定抢不过别人。你看，张嘴张半天，虽然说它的这个嘴巴张得慢，但是它的攻击力稍微还是好像蛮厉害的。你看你看，哇，蛮厉害的哦！哇，他直接两口，要么就一口，要么就两口，直接把这个小鱼直接咬碎了。我天，小鱼不太适合我。哦，我看到了什么？那只黑脊鲨，黑脊桥鲨，就你了。这都黑鲨鱼，他打不过我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级他都打不过，你信不信？我这个战力你看多恐怖！他这个伤害好像，我这个血量好充足哦！我天，如果换成是那头鲨，那原来那个初始鱼的话，咬半天可能都咬不死，而且还要被他咬到一半血。别跑啊！别想跑！游得很快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咬错了啊！不过无所谓了，谁到你进我的口里啊？你看，嗯，还想跑？嗯，还想跑？跑啊！
来呀，倒是给我跑。哦，前面怎么没有发现锤头鲨？哎呀，这里有块肉啊，我刚刚就是在这里吃完块肉，然后就被那个大白鲨给弄了。哎，哦，就他，就他，不过我不知道打不打。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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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暂时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！我操！不要不要！哇，上！哦，哇，你看你看这个，哦，哇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在这里哈，偷些肉食。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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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哎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放过就放过。前面那头锤头鲨，别跑啊！让你一开始抓着我不放啊！来，我跑得真快啊！我跟着你摆尾巴，还想跑？没地方跑了吧？我咬，再咬还动，我让你动啊，让你动啊！好像伤口已经变成肉块了。哎，又有一头，那这头黑鲨，我发现它，哎，我明明比它大只那么多，它还会主动攻击我，没搞懂，真的是勇气可嘉，少年。不过你还是要成为我的盘中餐。不过它血量好像蛮多的，我咬这么多口。好吧，我这里差不多十级了，然后十级我就去挑战那只大白鲨。我不知道十级能不能打得过，不过可以试一下。现在九级啊，有发现什么？这是什么水母吗？哇，好特别。嗯，被我吃了吧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刚刚弄到九级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所以说事实证明啊，我即使升到十级还是打不过那条大白鲨。我天，那个大白鲨不行哦，就他，我跟着他，你看他好像主动攻击一些比较大型的鱼，比如说我这只你看只能落荒而逃啊。等一下，哇靠啊，不行，哇靠，我直接都刷一身红色了，然后被他咬了一口，他的伤害值好高啊，老哥，我咬他屁股会怎样呢？我很好奇，我咬他屁股，不要被咬到！哎呀，不要被咬到！好吧，明显的话我是打不过那头大白鲨，不知道我升到二十级能不能打得过。不过二十级的话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海底大猎杀就这样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个关注啊，拜拜。